考麦考，加油！你神经病！麦考，你讲到麦考啊？对。你乖乖，你要变成大表我弟，因为一个什么？壁虎，对不？好，那你今天真的非常感动。那个情绪中呢，另外一个人很要考了。那你叫我啥嘞？那你叫我阿姨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要送给我的，你要送给我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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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弟我家一起毕业。哇，好棒啊！谢谢一下。呜。是啊，那这大年已经出道了。哇，不进别了，要不然你来一卡片去抢几袋了呢？起码给我抢几袋。对。屁股，今天真古人呢，下面你们都是洗漂白水呢。啊，这样，我抢头前啦。是，我爱心，我爱心门票，带了我心买的机子。阿姊，会使无？会啊。阿香无？不，阿哥我是为母啊呢。我抢后边，抢后边。你为母啊，帮你两斤哦。来，今天有拿到我的 CD 的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那个廖伟虎啊？来，你伸直，你伸直，你把你的 muscle 拿出来，对 ，muscle 真的好。你喵喵嘞，这喵嘞，哦，是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哦，多谢你支持我。来来来来来，辛苦了，今天。好的，来拍张照，好的，今天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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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要多拍几张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如此的热情，对啊，是因为你们的支持，就是给张曼玲在台上最大的鼓励啊！一路上有你们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张曼玲，还有许多唱片里面所有的歌手。OK， 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来继续讲，继续讲，有什么感言呢？我还没讲完，我就想，继续，来，我今天脑袋空空，在被公司。首先呢，哎，非常感谢喜歌唱片周制作，谢谢你，我真的进来到喜歌后，发生很多事情，我第一场的签唱会应该是有这一场，可是我听说啊，你来到喜多就马上被卖去海外了。第一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跨年呢是在马祖，哦，这马祖。第二个跨年呢就是在大陆。那最近呢也陆续接在接其他的海外的一些工作，对。真的非常感谢喜歌唱片，然后感谢曾董，感谢感谢，然后再来谢谢各位词曲老师，太多太多了，谢谢我们的老师，然后谢谢今天所有来相挺的各位歌手们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就是在等这一刻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看到你的一个来讲闭上。我的干妈，你不用感谢哦，我们敬你一节。还没讲到那边呢，还没讲到那边呢。还没讲到那边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讲到那边，最后要让他哭了。因为他让我昨天先哭了，真的。对，那个还没有，还没有，那个还没有，那个放在前面没有。再来呢，感谢的人真的很多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感谢到。没关系，我们两个慢慢讲。还没感谢到，我回去慢慢想，在 FB 里面。到时候再慢慢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我刚才以为一个没有讲到的，就是我很多年没有，很多年前认识的，然后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黄秋雨，在哪里？哦，有后面有，后面有，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秋雨姐，好久不见了，谢谢你，你本来两个你啊，我就要变一个，谢谢谢谢，就感动了，就感动了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。然后最感谢的啊，我这边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公公婆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的老公在哪里？
老公在哪里？老公谢谢，因为真的很支持我，从头到尾啊带着我跑，去到哪里都保护着我，啊，才不会被袭击。老公，我爱你哦。然后再来，今天呢，这个签唱会可以这么圆满、这么成功呢，我真的要感谢一个幕后工程。我可以请他上来一下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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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不要。金玉姐，今天我想这个一定要特别的介绍一下，因为金玉今天非常最用心的在帮我们公司快乐一个月的不断的。亲自亲你的筹备，每一项到细节，甚至包括任何什么都会工作，小细节他们都亲自做，真的。树倒露天，哎呀，是你好。听到对是你胆小，请你上舞台，给我看你有目屎风波。来，请大家给我们听一个掌声鼓励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哦。谢谢各位来宾，今天这么洒脸到我们这个海报王这边来参加我们。张曼妮第一次签唱会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没有大家的捧场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个功劳应该在大家的手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他的其实他的分了很多，那我只是代表我自己个人对他的一个圆梦的计划而已。那也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登上他人生唱片的高峰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深情拥抱。其实他，我跟他见面第二次，是，我讲说我要开签唱会，对，他二话不说，一路相挺到现在。哦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帮我筹备，你看现场的布置，然后周边的东西，像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告白气球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T 恤，然后还有我们的，我们今天怎么没有看到灯牌？哎，这个灯牌呢？哦，你自己拿出来，对不对？没想到他听说那个他特别去订的，为了这次的签唱会，有去准备。还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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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节的部分，真的，他真的比我还要用心。那是因为你有实力，像没有人要帮我筹备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你有实力，因为你是最棒的，因为你唱歌是最好听的，因为你的唱片一定会大卖，安排我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然后谢谢大家这个商品。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没有找到，就是呢，他今天没有来，因为他现在人在医院，小婉的妈妈。对，我谢谢我妈，因为呢，她帮我走了十桌还是二桌？十二桌啊！来，我们小婉的妈妈的朋友在哪里？小婉妈妈的朋友在小婉妈妈的手下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感谢您今仔日来光临，谢谢吼，希望阮今仔日节目你有介意吼，爱多多支持我们许多唱片的歌手哦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今仔菜色食有饱无？有好食无？好食。若无好食吼，等下我甲恁当会讲一下。恁当会讲吼，伊今仔吼已经做了一年，真正真的非常感谢林董，我们海大王的林董，他真的是非常赞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厝的人要娶新妇，人要创啥，吼，要入厝，啊是要迄落个，啊，反正娶某生囝，咱就是要来海大王家，吼，啊来这边办桌，啊是讲吼，一名无创啥厝要聚餐来家，这边订桌吃饭也 OK 啊。对啦，那所以伊落来这办嘛是会使啦。嘘，这边啥都很精彩啦，你好好看哦。好。是。我单身很久了呀。无啦，你娶好了，陪我一辈子摄影再来再拍嘛。乖，我最爱的就是你了。和尚说你有双居面哦。那我们这个曼妮到最后是不是要再唱一首歌来感谢大家呢？最后呢，我也带来这首歌曲比较甜蜜的歌曲。那我跟酷哥唱甜蜜的歌，有没有人会唱啊？一
你唱的歌大家都会唱，除了我。你有做功课？不是，因为我的台语标准要贴在墙壁上。我们都是新加坡的朋友啊，哦，朋友啊，来来，带来这一首歌啊，最近我们那个宝岛新书酒吧店的打得很凶的哈，在我们也是我们这个 Bingo 周伟杰老师写的词曲的歌曲。爱情歌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来，掌声鼓励。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。好、哦，今仔国庆，明仔再来要上班吼、哦。啊，大家尽量邀我来遮，把咱们人支持，非常的感谢。那也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去咱们的脸书，多多给他加油支持，谢谢。加码一首，阿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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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有啦，我有带，我有带。要听一心刚满，对你娘吗？我没有听到掌声。来，听到大声。好不好？有吗？有准备吗？那个。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下。好。OK 啊 ，OK。我都把我的那个 CD 翻出来了，我刚刚本来藏在柜子里的，全部都被翻出来了，我的卡啦。那一首歌，听说其实哦，那首歌我真的是以前唱到它，因为以前那首歌太红，很红。然后呢，我那一个月的时间将近，我唱了300-400遍。真的，你唱什么歌都可以让到大家听到心坎里去。你今天是不是真的非常有实力，非常的感人，而且对吧？让张曼玲心就放到你了，心机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了哈。对 ，OK， 来。好，带来这首《一心甘满》，对不对？来，宝宝先来坐一下。会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唱哦。会不会唱？待会结束哈，有想要跟张曼玲合照的话，可以先准备哈。待会跟大家哭，我也要哭了。待会跟大家可以在门口哈，可以跟张曼玲一起合照哈，谢谢。有时你走开，我的心都冷了。所有心情我都已忘了，我也是一个人爱你，我喜欢所有的心里，我的心情我都已忘了。怎么来握手啊？怎么来？前面到灯一下，帮他一下。